哇，我们饭后的甜点做这个黑糖蜂蜜的珍珠奶茶，好棒哦！自己煮的最安心，因为用鲜奶，再加上我们新鲜的蜂蜜跟黑糖，料好实在。安安跟阿德最喜欢的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加一点咖啡，就变成咖啡的拿铁珍珠。哇，好棒哦！耶，好漂亮哦！两大杯，哇，看起来超美的珍珠奶茶咖啡。安安只要吃鲜奶的珍珠，报道到这里喽。